看他也是不行，他那吹牛一直喝，他根本喝不动好吗？丽丽，丽丽，还说自己能喝。嗯。对了，阿端。嗯。上次我们讨论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，有些地方我不太明白，你有没有什么案例或者是资料能够借我参考参考的？嗯，有吗？在哪儿？我可以自己拿。就在我的那个自习室里面。你可能如果找不着的话，可能也搬家的时候寄回家了吧？寄回家，是寄你妈那去了吗？是不是觉得我喝多了？你为什么今天一直在问我这个资料的事情？你今天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叶佳慧，你是不是想逃酒啊你？喝，跟你说啊，不喝光不是男人，喝掉。我真的不行了，我也喝晕了。那不行，也得喝，喝了。嗯。我干不了，我不是男人。哇，太菜了吧，全都倒了。唉，我也能喝。醒醒，何端。嗯。丽丽，假酒吧，啊？什么呀？你这酒是假的，你看看。哎，我怎么睡着了？头好晕啊。老贺，何顿。老贺，醒醒啊，何顿。好痛。你快送他上去吧，我来收拾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哦。我们上去吧。我好想吐。你自己能行吗？没问题，放心。哎，哦，我怎么踩的你了？没关系。